那再多拆几包，多搞这几包搞一点的东西。这就是打码了啊！啊，这是 code printing。
有点歪哈。还好吧，感觉直，反正你弄不直，弄不正，弄不正，纸都包了，来来回回包了。你比方说，纸成型好了以后，纸包的就好。这个好像一个，哎呦喂，好，这就是乱扔的，来来回回包。这包就好一点。如果好了嘛，就好看一点。这包也没包好，还好吧？这个脚土地了，这个脚土地了，掉地上了，掉地了。它这个是烫的，烫的，温度高，它这边散不了热了以后，它哪边吐气，它就不方了。那行吧，那先这样了啊、哦，还放吗？